进去。何人？你也认识我啊？我怎么认识你啊？你去打听打听，何人的大名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玉皇大帝派我下界扫清妖魔，我跟妖魔斗法，哎，战了981个回合，被困在此处。啊！无言再回天庭。原来是个疯子，在这儿待多久了？500年了。啊！哎呀，你的符咒在哪儿？我替你接了去，你也好保我上西天。哎，你带我出去，看看外面是什么世道了。我一见天日，就能平步登云，羽化成仙了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啊！看监狱的小哥，你给我换个地方，我不能跟疯子住在一起啊！皇太后驾到！臣等叩见皇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孩儿给额娘请安。今儿的太阳够毒的。额娘请坐。谢了。李良，还愣着干什么啊？时辰到了没有啊？到，该到了。李良啊，奴才在。你是雍正二年进的翰林院，是不是啊？太后记性好，奴才正是雍正二年五月任的翰林院编修。那你现在做到刑部尚书了，好得很。先皇在世的时候，你没有监斩过皇族吧？太后，太后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灵，还啰嗦什么？误了时辰，拿你的脑袋试婚。是。力量啊！太后，皇上饶命，皇上您杀了我吧，这差事我干不了啊，皇上。胡扯，叫你干你就干。还敢抗旨不成？皇上，我干这差事死我全家，我不干这差事只死我一个，您就杀了我吧。太后，我对不起您呢，我实在没办法呀，太后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您饶了我吧！不刑部侍郎呢？来了没有啊？朱大人，皇上，刑部侍郎朱大人他晕过去了。谁来监斩？朕有重赏。朕用得着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这副嘴脸吗？一群废物！皇上，奴才有一个法子。666啊！你喝，喝！喝啊！干了！给
刘大人请安。刘大人，皇上有命让你到午门走一趟。现在就要窝脑袋，我饭还没吃呢。皇上他也忒着急了点吧？啊，刘大人，没心思说笑话了。现在午门监斩贵妃了，刑部尚书厉大人又临时不干了，那个侍郎朱大人又晕过去了。皇上想啊，贵妃了的案子是您一手抓的，这事儿监斩还得由您来。岂有此理，哪有死囚犯监斩死囚犯呢？啊，刘大人，救急如救火，您呐换换衣服洗个脸您就去吧。哎，就是你嫌我脑袋掉的还不够快啊？啊，斩贵贝勒的事儿也推到我头上，这事儿不好对付。刘大人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您呐您还是去一趟吧。就是嘛，来，行，我去干，但是我得带个助手，我这堂堂的监斩官必须得有个正刑官呢。就他。得，好，咱们赶紧走吧，皇上和太后还等着呢。行啊，诸位大人请回避，待我更衣。这好，那您快点啊，走。杀也杀不了，放也放不了。何人？谁呀？我乃天上的白眉星君，只因我的坐骑私自下凡，你我下凡去收服他如何？遵法旨。走。暗参，便是那两年前大闹江州、后投梁山、与宋江结拜的旋风参差参，李阿奎，参，好。哎呀，说我好啊！啊，你说我好啊！哎，你也好，你也好，咱俩都好。臣刘统勋叩见皇上、皇太后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皇太后万寿无疆。刘统勋，你知道叫你过来干什么吗？臣知道。俺淮南王刘安是也，只因不受官爵俸禄之约，潜心修道，我要成仙。我还没念完呢，我要成仙成道啊。这是何人呢？他都知道我是何人。你瞧瞧，谁都知道我是回太后。他是臣的副手，臣是监斩官，他是正刑官。因为大牢里临时找不到合适的，将就了。行了，刘统勋，你赶快吧。臣遵旨。何人在哪里？某家在于此。来，你说我是谁？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终南山的进士，那大鬼的钟馗。啊，对，我问你，下面押案是谁？带我看来。原来是一条九尾狐狸精啊。哎呀，把这九尾狐狸精的法宝给我拿上来。得令。正。他想干什么？带个疯子来干什么？皇上，您还是忍一忍吧，他是想让您把他给轰下去呢。今儿没他，这人头就落不了地呀。吾有法宝。笨蛋，
藏在他身上那个账本，找找。来问你，这账可是你造的？听了，湖南、湖北、长江泛滥，24万赈济银两俱被挪用了，可怜百万灾民哀鸿遍野，不是丧生在野狗的嘴里，就死在刀兵之下呀！陕西娘子关。50万守军的寒衣费，77万两银子俱被挪用。哦，皇上，你知道挪来干什么去了？盖了6家妓院。哎，可怜呐！吴地河边谷，俱成春闺梦里人呐！啊！还有云南都督府。好了。够了，滚下去！谢皇上，杀！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不想杀伯越，伯越却因我而死。鬼魅了，你在地下有知，也该后悔当初贪得太多了吧？你别急，我不久便随你而去了，到时候我们再在阎王爷面前辨个是非曲直。我说，我都得道成仙了，别把我搁这儿啊！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哎，哎，我说，你唱的这是哪出啊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咱们唱完了。